有吗？有画面了吗？有画面吗？有画面吗？有画面，又没了。有吗？有了吗？因为刚刚有人打给我。我连你那只手机看看好了，换货比较好。有吗？有吗？怎么来着的？就是什么感觉的？哎呦，手到腰。有吗？有吗？有回来吗？我真的看不出来没有回来，因为还是开着的状态，怎么办？顺了吗？好了，啊耶！谢谢我们伟大的云爵的网络，我快哭了，我的网络好烂啊！退货，退货。他吃网络了。你昨天播也是连这个网络吗？嗯，难怪，觉得我们的网络不好。很多之前好像还可以，结果直播就不行了，直播太卡了。谢谢。现在还好，对不对？现在好像可以了。只是我在看平衡的直播。没电了，可以帮我一个忙吗？你可以帮我到我的房间的那个床旁边的那个绿绿的延长线，可以帮我拿一下延长线吗？谢谢，感恩，爱你们，绿绿的绿绿的那一条，哎，好，既然是了，还是继续来猜。可爱路打一下广告，然后打码是脸打码，眼睛打码这样。帮你摘照一下。我是可爱路，没有开镜像。你破五千了没啊？没有，还没。请大家快点让他破五千，谢谢。可爱路，谢谢。大家去追踪哦，追踪，赶快追踪。好可怕，反了，反了，又反了啊！对，那我现在是反镜吗？对。啊，对，因为我要重开了一次，所以变反的了。还没打到广告。好，终于，安利一下，大家去追踪小晴哦，还没有追踪，赶紧追踪，赶紧追踪，不然我就呵呵不理你喽。Hello， 我是显迪奇。笑死！问好，我们在客厅开直播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大家会开始乱录每个人的直播，你都手阿哥头痛，手阿哥头痛了。哎，我是邱平涵。手阿哥头痛。我是焦皮来，超级火箭，哇！哇！成功了！谢谢谢谢，大家送火箭哦！谢谢你的火箭，我们能变相吗？谢谢小弟的火箭，谢谢小弟的火箭，是鱼。什么花间？我听成。火箭，原来是火箭，选火箭应援了，火箭呢？是他们耳朵会痛。他们在变相说你们要给我火箭。听到没？听到没？刷一下，刷一下。变相说要给火箭。生日拿个生日礼物，你应援词。用耳机的，他真的好小声。打开来让大家听见吧。小小声音。爆浆，在客厅开直播，就是会有这种困扰。没办法，我的网络太被给力了，可恶！你这一题永远都没办法对啊，回答，好辛苦哦。可是我想要画那个，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画。什么？我要就是我出了题目，对，然后猜什么很难是不是？没有，我觉得很简单，是我画的太烂，不是，就是花蕊，也不是。那什么？蜂蜜？花蜜？歌吗？你刚刚猜到了，蜂蜜还是？不行，等下我们猜，让我们猜。
等一下，我不会画，因为我觉得很难画。耳朵会痛。Mina 来了，Mina 来了，去开门，我去开门。在哪里？喂，喂，你还在吗？喂，耳朵会痛。小迪不见了。谢谢。我是显迪奇小迪。诗雨生日快乐！谁？请问你是谁？我懂。是米娜吗？生日快乐！谢谢小礼物。我是小迪。喂。喂。我是小迪。好像有人在讲话。有吗？主播辛苦了。来吧。这个，我画好了两个字，我画的很烂就是。哎呦喂！谢谢不录的来一位，谢谢。因为刚刚有人讲出答案了，是花蜜还是蜂蜜？是蜂蜜。没人讲蜂蜜啊，都是花蜜。蜂蜜的英文是有人讲蜂蜜。七七偷吃雨晴的七七乳家。他怎么偷吃？你怎么偷了七七乳家？我今天一直念不好。我要讲七七偷吃。嗯，花蜜。七七偷吃，我偷吃什么？七七乳家蜂蜜的英文是什么 ？Honey， 我在。Honey，Baby， 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不好意思。七七偷吃，加一。可是我需要我另外一只手机。套进你的心。笑死我！这是谁的手机？我要玩呼啦圈。你的呜。需要另外一个手机。他会不会没有电？我耶。哦，因为它的那个版面不一样，对，它跟我的之前用的不一样，所以我就不习惯。在哪里？它本来就这样啊。好，那下面长拉按着。在这。那这又哪来？看一下哦。因为我要找综合喵喵，哎呦喂，综合喵喵，你要在这里木炭化，安内木炭，木炭安内木炭，谁怎么了？综合喵喵，下面，没，这不是一个重点。好难哦。他只是过来了而已，我只是乱念一下。原来如此。喵喵喵喵喵。我要找。我们一起学猫猫。给我罐罐，然后我给他猫罐的时候，他说我不要。我说我要人类能吃的罐罐。我在全家看到那个罐罐，然后我就给他，我说谁生日快乐。你那样的罐罐，他说我不要，喵喵喵，我买狗食给你，太难，我不忌口食，狗食，我不能吃狗食。主播辛苦了，祝你新字罐，哇，谢谢火箭的吗？只要是火，只要是火掉下来，掉下来火箭，自己配特效。谢谢小迪的，谢谢显迪奇送的新字罐，谢谢显迪奇送的火箭，他一起耳朵，大家一起耳朵痛，特效消失，大家一起耳朵痛，笑死。物理括号物理，好，下一个，下一个，我不知道这好不好猜耶，这什么动作？为什么会先自己先笑？因为我觉得很好笑。哦，我知道了。耳朵还是会痛。这个很好猜。我也知道了，应该是吧？那你画的像巧克力，你知道那个牌子吗？哦，我知道。可是这里有，它是长长的一条。对，很像。画的是像怪玉米饼。三个字。为什么会有人猜竹笋？应该是笋子吧？我还没画好，大家已经看到我画什么了。我知道是小琴那个裙子的那个。有，金字塔。等一下，第一个讲是谁？我没有看到小琴裙子的那个，那个是七七偷吃雨晴的那个，七七吗？七七偷吃，七七偷吃，不是吗？这也没有，他在最上面还要讲一次哦，应该是七七吧，七七偷吃，加一，七儿们都是厉害，好不好？眼明手快，网络又好，我画这样他也可以看得出很厉害，不知道是什么玉米饼之类的，巧克力比较凶，玉米饼，七七偷吃。恭喜七的七儿真棒！耶！七七手，来看一下，下一个有点难呢。我手机没电，下去毁了。
七七要回了吗？哎、欸，我好像画错了。他等一下，太快了，还没画完嘞、欸！但好厉害哦、喔。哦，葡萄北原，我觉得是爆药。北原先对不对？北原先的北原先讲了。哎、欸，我都还没画完嘞、欸，怎么那么厉害、啊？阿潘的北原神推吗？对，没有错。哎呦，哎呦，哎呦，很厉害！原来是 N 三，我才画，我才画了一点点，拿太低了，可恶！原来是 N 三哈豆，我拿不够低，我拿不够低。我要拿低一点，这样大家才看不到。下一个，我觉得不能偷夹波，这应该很好笑。不能偷夹波，偷夹波，偷夹波，偷夹波。想要讲那个，哎呦，讲什么干嘛？想要讲，可是不行。你想讲什么？夹八杯，夹八杯。吃饱未？呀。吃饱未？吃饱啦。饱啦。饱啦。酸呀。吃饱啦。酸呀。吃饱啦，嘿。酸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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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看得出来吧？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好了。吃饱未？你是指哪一部分啊？那是什么？你到底是指哪一部分啊？就是讲成语吗？这个部分。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我知道，可以说吗？这个东东，这个东东，这个东东，我可以猜吗？月亮啊，我知道了，不是，是月亮还是？可是我要圆的那一部分。我知道，嫦娥，圆月。这不是嫦娥啦，这我知道啦。月亮的另外一个说法，另外一说比较专业的那个，比较专业的那个说法。球体。半月。星球，月球，月球，有人讲了，啊，你画那个是谁的？那请问这个这一点不远？等一下，大家在哪里？大家评一下你，这是月球吗？这是画工的那种，很奇怪啊！哎，这个因为如果我只画一个月亮，然后大家永远都只会猜月亮，请大家可以画两个字啊，一个月亮，一个球啊。请大家把那个耳机的那个音量调低一点。好好笑。Sorry。太厉害，谢谢礼物。好白痴哦，就是我画很烂嘛，那还不信。骗白眼。翻白眼。好多翻白眼。谢谢大家的白眼。可以画那个，有人说可以画那个太空人在上面。对耶，可是那样会不会被就是拆成那个什么登入月球之类的？憨憨不理。他会拆。哎，你的白，你白眼太多了吧？跟刘小晴有的比。满满的白眼。我今天白眼，我今天是人生第一次收到白眼的礼物，就是从你那边开始。谢谢。这里还有一个画面可以塞我的头，要把它填满。你看我第一天就收到翻白眼哎。不错，好多，你比我还多，你太厉害了吧，你收集了很多，继续翻起来，我有一些翻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各位刷起来，刷起来，谢谢大家的白眼，翻起来，但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看呀，下一个，好可怕哦，他们应该已经收到。我觉得好难过啊！我知道，等一下，让他们我乱说的，我不知道，对不起。今天的不在上面，为什么？哦，我知道，吧？这也太难了吧！这看得出来才有鬼。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这我可以，这我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再画一个板板。这个太明显，我知道。哎，好厉害，好快哦！你可以再画一个板板。我以为大家猜不出这个七七。结果就是七七太厉害了，哦，你真的很强呢！七七投资，我怎么感觉？七七友们就是这样。我以为你们会像什么柜子之类的。不会，抽屉耶！抽屉，那你不觉得有点像吗？我觉得还是蛮像的。大家好厉害哦！一二三四五题的，那我觉得差不多，因为猜这个有点久，而且刚刚断线断了那么久。还是那个吧，那就七七了。七七想要做什么？我要这样。我想要你的网络速度。我也很想。我要跟那个电信行抱怨一下。七七偷吃，七七都偷吃。你会。大家太厉害，没有，是大家太有眼见了。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我在画什么。
空白，没有啦。七七可以，七七可以，七七偷吃可以，可以要求我一件事情。要跟着思考吗？电冰箱，没有，它就冰箱两个字而已。我在等七七偷吃，我们等他一下。讲个冷笑话。被他要我被教主壁咚。哈？你是什么教主壁咚？这也太新的差异了，我昨天才逼到完欸。七七你已经准备好了，七七偷吃被呛太普通了，再来点比较好一点的。我昨天才逼到完他欸，就是大家12点在生气。对啊，他昨天真的有逼到我，然后他说生日快乐，然后就逼到我了。こんにちは。砰。好きだよ。教主福利。网络太远看不到，好像网络是顺的吧。算吧，应该是吧。我手机没电。七七要换一个吗？还是真的要这个？他想要被七七逼啊！七七偷吃动啊！被七七扑倒，可是扑倒看不到啊！太低了，知道这里好像看不到。我可以把他揍倒欸！没有呢，太厉害了！你要逼动，要先加一个名扑倒，要怎么扑倒？扑倒看不到吧？你要先加一个名牌。大家好，我是小青。大家好，我是小青，我要壁咚他，蹦蹦。背面壁咚吗？背面壁咚。对啊。好きだよこの子。要怎么扑倒啊？他是拿手机，这是七七扑倒。七七，你有这是七七自导？我要拿手机还是七七要拿手机？人家帮你拿了，很我会扑倒的。那你帮我吧。为什么我要演？为什么我要演这出闹剧啊？你要怎么扑倒我？要怎么扑啊？蹦！哈哈，是火箭扑倒我，火箭扑倒我，有点可爱。哈！啊！顺应，够了吗？好，够了。一秒冷静，够了吗？谢谢。奇怪画面，太好笑了吧？谢谢。今天的那个寿星趴有点奇怪。为什么是我赚到？你要赚到吧？都有一起赚到。上了十星啊！No， 十星一十块钱，十块钱一个动作十块，我也太廉价了吧！一百块没有啦。谢谢下一位。为什么教主的水果那么好笑？我就是在画一条裤子，可是你自己说不要。因为我觉得不会拍到我的裤子，我是白要的。好好笑哦，自己爱你哦，就是那个小仙子，小叮当，小叮当说噔噔噔噔噔噔，好了，继续猜题吧，我觉得这应该也蛮好笑的，什么？谢谢卡亚布基库萨，谢谢极速浪漫旅，谢谢耶！谢谢你的法拉利，谢谢你的 GTR， 跑车噗噗，谢谢你的 TT。突然一个是安静，瞬间的。哇哇哇哇呀呀！子瑜 ，I'm happy 娘，今天我生日，快点给我礼物。很会，谢谢金文，是文吗？金他闪太快了，谢谢礼物，谢谢泡泡，是你卡卡吗？还是我也卡卡？我不知道，我看可能有一点点吧，一点点吧。可是直播有点卡卡，其实蛮正常的，除非我们自己架机台了，好吗？我们自己去申请一个经济台。哎，我好喜欢那个礼物，我觉得很帅。谢谢巧克力。教主可以模仿雨喵吗？你可以模仿我吗？他是说雨喵吗？对啊。哈哈哈哈哈哈！有吗？那只猫的，我是你们的祖子，祖子是鱼。等一下，这怪怪的。喵喵喵，喵喵喵最响。对对对。喵。我是你们的祖子。他说你的裤子太抢眼了。那么轻啊。好好笑，喵喵喵喵！我要来，继续，我画你们，继续喵喵。我们一起学猫猫，在他画画的时候，那我来主持一下呢。现在是小蝶的台，那大家好。
他是选 DJ， 我是刘雨晴。雨过天气的刘雨晴。只会贝贝。在罐头，你把它弹松了、什么东西？好听，好听，就这有点难呢。起鸡皮疙瘩，咯咯咯，抖抖抖抖抖，咯咯咯，抖抖抖抖。来来，题目来了，我知道。永永泽的头，永泽，我知道，我知道。永泽的，不是，这超难的吧？哎，有人猜，不是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啊？都乱画哎。等一下，谁第一个讲的？欸、你难得用蓝色，你干嘛不找？等一下，大家太快了，我看不到谁第一个讲的。Too fast， 那直接下来。有人可以跟我说谁第一个讲的吗？我跟你说，选题题，真的吗 ？Are you sure？ 选题题讲的，真的假的？你怎么那么快？真的假的？假的，可恶！枕头山，阳明山，阳明山。谁讲的？谁讲的？谁讲的？阿里山，阿里山。没有，是富士山。喜马拉雅山。玉山，三个字啊，三个字。玉山，玉山只有两个字。阿里山没。没有，没有画的是富士山。他说你的裤子，我已经怎么办？已经没有裤子。刚刚是谁？没有裤子。赶快那个第一名承认一下，布丁。小三，原本三，小三美玲，你是小三美玲回答的吗？没有，是小三，是小三小晴，是做原本山，火箭山，火箭山，小迪山，教主山是什么？好吧，还是换一题好了，因为大家太快。我想说这换成这样，大家还可以认得出来，很厉害。第二是空白吗？是吗？真的吗？有人帮我看到了吗？那我写喽。七七三日升，好久没看到你。下一个，山本山。我觉得我画的好好笑、哦，大家还可以猜出来，真的觉得很厉害。谢谢。这应该也很简单吧？先离开。你的好友显迪奇已下线。下线。噔噔。好了，两个字的，这应该超好猜的吧？我觉得。哦。苍蝇拍。这答案很好玩。我知道 Steam Free 的那个。我知道，我知道。等一下，你大神推。汉汉，对，我汉汉，风筝，是汉汉吗？是汉汉吧？你的好友选迪奇已上线。汉汉吗？北原第一个，真的吗？等一下，哪里？为什么大家那么快？好笑，白痴啊！是汉汉还是北原？幕布，北原吗？北原 ，OK， 北原，北原，恭喜 MC， 谢谢，因为我真的，大家飘超快的，我刚刚完全看不到，太快了。谢谢大家帮我看了。好，下一题。为什么要放小晴啊？打广告。小晴永远存在。哦、你不是小晴。小晴永远存在。你是人。永远存在的小晴。你不是猫。你是人。我是猫。你是人。喵。喵喵喵。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我是猫。用喵喵语说。我被无视了，可恶！他们不想理我，啊？没事。他们不想理我了，气急崩溃。啊？怎么了吗？爱的不锁定。讲的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什么？他说什么？爱的目光锁定你了。哎呦喂，小鸡在罐头。我想一想，下一个要画什么？选第七。真的可以。耶。嗯？哎呦，不是要 freestyle 吗？噔噔噔。哦，我好像打喷嚏。那个不是吧？假拔辣啦！假拔？为什么要假拔辣？这个有人打的，林果。林果。你
这个好，这个好难画哦。这个看得出来，应该会蛮厉害的吧？我到底在画什么？卡姆伊，晚上好。啊，哎哎，现在是小晴的台，欢迎来到小晴的晴天预报时间。今天我们请到了最佳的嘉宾刘雨晴小姐，耶、yeah! yeah! ！哎耶！还有我的朋友选弟，耶！拜拜。今天我们有个特别计划，就是跟诗雨的生日，所以要跟大家生日快乐，谢谢，天天健康，谢谢。好吵哦！啊，我帮你控场。等一下，你先帮我控场。七七美美的、啊。嗯，装到这个不？这个要？这个没关系。给他水吗？要啊。要啊。有给吗？没有，我也忘记了。最近没有。那怎么办？我出门的时候有包。哦，那好，它是一个成语，然后反正就是四个字成语。那么难？成语吗？纠正他一下，为什么水库开台？哇塞，你其实我知道你这是嘴，好就讲好就讲就讲，有点难度好吗？OK OK， 你就画吧，你给他一点难度。好好笑啊！你刚刚是撞到的手，没有没有，我往后弹，这样吗？我去，哼，不是，是旁边的，是人家的，我知道。好了好了好了。美工刀，美工刀，美工刀，美工刀。用到假酒，哎、欸，有人猜对了，布鲁斯，好快哦。Bruce， 其实这好像蛮容易猜的。Bruce， 布鲁斯，哎、欸，等一下，太多人一分了。折叠刀，你看，折叠刀了，美工刀。折叠刀。折叠刀。瑞士打火机。瑞士小刀，那这样不是应该在旁边吗？怎么会在前面？怎么把我的可以放那边？太美了，笑得好笑，我想唱出来。我的悲伤留给自己。阿里姆汤，下一个。小迪洗板了吧？把它编掉。哎，管理员，把那个显迪奇先推拉一下出去。没有管理员。小迪坏掉了。嘿，
哦，现在是小晴的工商时间。今天我们邀请到雨晴姐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诗雨的有趣的事情。哦，我们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他已经写好了，他已经画好了。喵喵喵！那我们期待下一集。下一集，来喽！三二两个字，两个字，忘了，每次忘了先说是什么。是吗？看来是王小璐。这个应该是睡死了，睡死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真的，是小迪，是小迪在睡觉吗？没有，只是大家都同分呢，那就这五个人猜吧。空白、北原、R6、布鲁斯跟王小六，小迪睡觉的小迪，小迪总在睡觉。我觉得我也很常在睡觉。是西雅吗？哦。哎、欸，我想到我要画什么了。画什么？你俩都知道了，大家还在吗？你们还在吗？他们还在。我要画咯，我要画咯，你们五个要猜，我五个要抢答案，画。你很坚持，你不要笑场。我还是玩做笑什么啊？蟑螂吗？这个有看过昨天的直播人才知道。看过昨天云爵直播的才知道。对，没有错，云爵直播才知道。开始喽，嘿，两个字，我知道，蟑螂，蟑螂，康乃馨。我在打字，我在打字。牡丹，康乃馨，这是什么？布鲁斯答对了，布鲁斯答对了，布鲁斯答对了。哎、欸，这还算看得出来哦，画那么烂，说不定是没有看。这个啊，这个刺，刺就是刺。你的笑容已泛黄。小三美玲，我答对是小三美玲。为什么？他是小三美玲。啊，对，玫瑰。玫瑰，我爱你。还蛮像的，其实很像菊花。我去，我想说蜗苣，你好像蜗苣，是云爵的。没。蜗苣，没。哇，豆皮是什么？太好笑了吧！豆皮是什么啊？太酷了吧！高丽菜，高丽菜，我觉得蛮像的。可是高丽菜不是这样吗？卷卷卷卷，然后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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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整个的高丽菜。你让大家看一下，一整个高丽菜，这叫正央。断层，断层，年轮。年轮怎样怎样？你是地质学家了。这是伙伴的，伙伴的高丽菜长这样。台风，地形图，台风刷起来。台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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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台风眼。雨伞你放成这样。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谢谢啊啊乌鸦。不录了，表示送你几个玫瑰。谢谢玫瑰。阿六都送白眼的，阿六阿六再多一点都行。哎，那那很开心，很棒很棒，白眼白刷起来，王小六太棒，刷起来，刷起来，龙卷风，龙卷风不是长这样吗？刷起来，刷起来。我觉得他们在白眼我哎。龙卷风明明就长这样。刷起来，刷起来，刷起来。这是龙卷风。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龙卷风很好画，笑死。那是婆伴的高丽菜，你有大家有没有看到婆伴的高丽菜长那样啊？真的，太棒了，刷起来，刷起来，太阳太棒了，刷起来，刷起来，谢谢大家，要刷白眼，谢谢大家的白眼，白眼，这天你长得像小迪啊，根本就是小迪啊，好可爱呀，好多，我要截图，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还有好狂，好狂，谢谢，还有好狂。抽我100个白眼，诗雨就白眼给你看。我刚才已经白眼过了哎、欸欸，他刚才买的荧幕了啦。对啊，好好笑哦。世纪白眼，可以可以，这里有一个空隙。白眼到第二名，可以创新高。谢谢大家的白眼，所以那个布鲁斯想要我干嘛？想要你，给你一个，想要我白眼。掌声，许下。给你一个掌声。布鲁斯想要做什么？太晚了。
把眼刷起来。不用干了，好不好？慢慢拍那个眼睛那种，慢慢拍的那个。哎，等一下，布鲁斯还在吗？他不会太无聊，就翻就白眼吧，让我翻白眼。来，请翻得很彻底。好，三二一。截图，一定会被截图，一定会被。有吗？有截到吗？那有截到吗？而且这边还有那个贴纸没有？没关系，我可以再重播截。哎呦，我截到了。还放了三个白眼很多次。有人录影，哎，直接录影。好了好了，可以了。我做了三次，应该很多次了。哎、欸欸、哪里？一定很好笑、哦。滑雪王美。好丑哦，还挡不了光哎。哎、欸、你跟那个很像。哪一个很像？那个。对，你不觉得很像吗？谢谢眼镜叶张仲。太好笑了，好，好累啊！大家还要玩什么？大家还要继续玩画画吗？我觉得画画蛮白痴的。我广告换这一张不行啊！不行，没人要想，没人要这样子，没人想去逛微风南山。我怎么微风南山可以换那个？翻白眼，我笑。可以换吗？我笑。生日会白眼，哇，眼睛。谢谢志伟的玫瑰公司收完这个，那这应该会很多人来点吧。太特别了，底下追踪。玩家在，玩家哪里？谢谢玩家的暴击玫瑰。哪里？一张玫瑰，谢谢。哦，我要打分。谢谢龙骑士的眼睛液当中，超多眼睛液当中的132个。Hybrids in the house, Hybrids in the house, yeah. Hybrids in the house, Hybrids, yeah. 这句超好唱的、欸。爆浆玫瑰，暴击玫瑰，我刚刚又讲爆浆玫瑰吗？暴击玫瑰，谢谢何景喵喵的眼睛叶障障，叶佩时间没有，是但是他的歌很好听。Happy you and I, Happy so high so high。他们截图，跟小晴今天好可爱哦，哎、欸，真的很漂亮，很漂亮，好香。七夕的脸超美的，不美。我们完全没有喝水的，吓到我。因为什么？再来，大家想要，大家要猜歌，还是要冷知识，还是要继续画画？想要猜歌。你要猜歌吗？想要猜歌，谁猜歌？喂！你要，大家觉得呢？大家要猜歌吗？猜歌啊！不要把我的充电器拔掉。是酒吧没有，我们这边酒水。哦，开始我猜，因为他一上树降这个词很有名。猜歌底，小迪要猜歌哦。有没有我来呀？日本底线。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前面。Hello， 易雅恩。Hello， 我是雅恩。雅恩，雅苏。雅恩，大好惨。大人今天都吃错药。两位打，那我是蔡恩，老板，对，我是蔡恩，小妹妹啊，打字要打好啊，小妹妹。然后呢，后面什么？请问今天要全糖、半糖还是两杯糖？谢谢光临，下次再来啊！再好可爱哟！那要猜歌吗？哎，画画画还是要猜歌？小迪想要猜歌。其实刚刚那个是云爵，不是我。到他了。就是几分几秒，然后想办法回我这样。画歌是什么？画，他说画在教主脸上，好坏哦。不要。我不会模仿，模仿是教主的专利。猜歌，画画，猜歌，画画，猜歌是什么？边画边猜吗？等一下太难了，边画边猜。还要歌，微风男生，快点微风男生。在模仿谁？我超不会模仿的。Hybrid in the house, Hybrid in the house, yeah。用画画来猜歌，好难啊！用画画怎么猜？对啊，太长了。这个歌名很长，不行不行，太长要画很久，会画到那个12点去了。一首歌，然后会变到12点。
什么教主模仿给我对嘴啊？为什么要 Q 我？艾斯说你要模仿，然后我对嘴。可是你们的画歌太难了，我觉得我会画到，我会画到那个天黑去，我会画到半夜去。谢谢小希亚，谢谢小希亚。你什么？怎么对嘴？怎么对嘴？你要讲哪个？你要三个？对啊 ，OK。喵喵喵！我是你们的主子雨喵。完全不像了。这个灯光不行，你们的组织不行。我是应该讲一次，不行。对比。谢谢小皮亚，谢谢小皮亚的玫瑰。你觉得不行？那你问问别的。喵喵喵！我不知道。你模仿领药那份。没。我上次模仿领药那个。喜欢你啊。林准的野吧。Yellow 打哟，不急啊 ！Yellow 打哟 ，Yellow 打哟，干巴的呢！超吵，他的声音超尖的，太浓缩了吧！谢谢无糖，谢谢无糖的提灯，谢谢太阳。哇，中大奖620倍，哇，500倍，好可怕，哇，好多，谢谢无糖，谢谢无糖，说起来，睡觉，累了累了，谢谢艾斯小天灯，会飞的，我要大一点会飞大的，大的会飞的，像这个，长得一模一样。刚刚八十吗？刚刚八十。谢谢李贤的星星许愿瓶。很谢谢欣婷能为你守候，长得太贵，笑死！七七会骂，七七七七七七要把你的火箭让给我吗？谁谁谁？有人承认说七七会骂我。谁？承认吗？对，承认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先讨论一下。尤佳宏，谢谢。礼拜四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礼拜五，礼拜四也可以去小琴台讨论一下。我一直都在。我有多一杯的表姐姐吗？我要大的。什么？雨晴。角落生物。角落生物啊！角落生物。大的没接。我是角落生物。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对，嘻嘻，很滴滴，没有啦，大家滴滴，所以要分给大家。角落。鸡鸡很凶的。不是，等一下，你站在别人台。说我的坏话吗？不是我说的。七七凶暴。十一点的七七不是？哎，对啊，七七不是十一点睡觉吗？他的电力快没了，然后只有12点呢。可以。妈妈很凶。你们有没有在那边坏坏？我看你们有没有在那边坏坏。哎，对，我忘记跟大家介绍我的新欢呢，我的新欢躺在我的床上。我帮你去拿。咦，谢谢谢谢小婷，谢谢老秀才。哎，会飞了，会飞了！他停在上面了，他不会飞。谢谢，恭喜下人是我的爱心。我的爱心是 TTP 火箭形状的爱心。对，火箭。你有看到吗？有啊，有啊，有啊！会不会飞的火箭，停在那里的火箭。
谢谢塔瓦哥的啾啾你哦。塔瓦哥今天让那个佳丽哭了。为什么？哎呀！因为投了三个火箭。哦。塔瓦哥可以再来一个吗？对啊，可以再来一个吗？谢谢塔瓦。谢谢塔瓦哥，谢谢火箭。人家还要吃饭呢。火箭。人家要吃饭呢，晚安。火箭。这火箭，你不是要介绍他吗？对啊，我要介绍，他是我的新欢。谁叫我阿姨？我想看他名字。有吗？他刚刚说妈妈，他刚刚说妈妈。生母汤哦。他是我的新欢，是我去泰国的时候，就是搭车的时候，不是搭车，说错了，搭飞机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去晃的时候看到他，然后可爱。怎么红包抢完了？我怎么一边都去晃？我没有抢到耶！笑死我。他是我的新欢，很可爱，而且他超级软的，然后睡觉我都抱他睡觉，他很暖和。对啊，他的衣服是粉红色，然后刚好我在就是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还有那个小电视可以看，然后我就看了那个就是小熊维尼的电影版。大家有看小熊维尼电影版吗？我觉得很好看，很可爱，就是那种大家的童年配，就是玩伴的感觉。他也叫我雨妈。开始我不是阿姨吧？不是吧？阿姨感觉跟我差不多。那妈妈辈的。不要，我少女。谢谢萌彩之伟俊，谢谢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他。谢谢。谢谢他。我没有，我是少女啦，讨厌。哦，谢谢，要你好看。哎、欸，我要对我的脸，对不到，对不到我的脸就没了。儿子来，你儿子来了，在哪里？在哪里？你说这个吗？儿子？会换一家吗？哪里？有吗？哎，死，我要哭哭了。潘怡雨吗？什么晴爷？力神潘怡，那雨晴是什么？雨晴媳妇媳妇，谢谢塔瓦哥，谢谢谢谢永恒的爱，谢谢雨少雨少女，谢谢雨女七七七七女，谢谢大家的生日礼物。七娘，七娘感觉很奇妙哎、欸，真的第七个娘的感觉。对啊，排骨生母汤哎、欸，七娘啊，这我这是怎样？你就不要让我直播。七媳妇，媳妇挺好的。七贤妻良母。贤妻。啊、七贤对贤妻贤妻人妻人妻有没有？我妻有没有都很好用，好不好？七。人妻，你还要玩那个吗？七姐，那个七姑吃虾姑是什么？我也没有抢到，我没抢到。因为其实开直播很难抢，因为他在这里，看不到，完全没有看到他出现。谢谢红包，可是我没抢到。你等下过期是怎样？过期是什么？这个太难听了，七婆。还好你不是八，不然这样就会很好笑。啊！我没想到红包，我没想到，我也没想到，我完全难抢，因为他完全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谢谢番茄，谢谢太阳。诗雨可以画个自画像吗？自画像。我不太会画自画像哎、欸，你之前在那个绘马上面是不是画过？对，可是都有画那个挺蠢的，然后我就请阿 K 的帮我画一个。你可以的。我觉得我应该要请七七画给我，七七，我的生日礼物可以帮我画我吗？一分钟之内。不用一分钟啦，不用一分钟，三十秒。耶！啥也就画，可以画现在的我。现在我 part time 吗？可以现在的我。我现在 part time 是不是啊？七七的生日礼物是我的自画像。我现在是 part time 时间了。不对啊，我不是主角啊！讲话，没有，就是对。没有，你继续。是我的就生日小礼物。
帮我画我的自画像，因为我画起来一定特蠢的。生日快乐！哎，好可爱，谢谢你也有哎，谢谢你也有幸运哎，我也有，谢谢谢谢邓瑶，荣幸哎，天哪，谢谢谢谢 ，QQ。刚刚还有人送提灯玫瑰，谢谢玫瑰卫生纸，对啊，卫生纸，卫生纸写，谢谢谢谢。拿惠子画嘛，没关系，我可以把它拍起来，现在来不及拿纸了。谢谢志伟的枫叶，谢谢小丽由于神推的提灯，谢谢提灯，教主不见了，对啊，他在我后面，谢谢尼哥，谢谢尼哥的提灯，哦、谢谢玫瑰，觉得我不在，怎么看？谢谢雅恩，谢谢雅恩，谢谢珍珍，谢谢啾啾你哦，谢谢，谢谢夜风明月的啾啾你。早餐，谢谢枫叶，谢谢阳光，早餐，谢谢玫瑰，早餐，早餐，我现在才知道哈，差恩，差恩，哦，好可爱哦，啾啾你，嗯，可恶又没了，谢谢中和喵喵的玫瑰，你懂我平常的心情吗？哎呦，可是我安静，他们又想要听，想怎样？你们想怎样？真是爱闲又爱。又爱又恨，对，就是让你又爱又恨，爱得到啊，也闲得也闲得到。我是一个魔人的小妖精，魔人的小妖精。你是说那种魔人吗？是那个，你是说石下面是石头那个魔吗？我又听了另外一个魔，我这个无处安放的魅力。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我要抢红包了。哪里哪里，欸，真的有欸，是另外一个魔，是另外一个魔，下面是石部的石头的那个，什么台深夜台啊，有欸，十五个太阳，深夜高能，一真好，一真晚上好，这是好像就我在播对不对？这台超热闹的，谢谢为你守候，谢谢。谢谢提灯，谢谢谢谢俊良的玫瑰，谢谢志伟的应援棒，谢谢阳光，谢谢志伟的应援棒，谢谢 Hello 丽卡，丽卡来了，这台好乱，这台很嗨，深夜台高能，注意。你看，你要来猜歌吗？你就讲啊！应该是，应该是，应该是。你看，我有各种笑声哎！谢谢红包！哎，我又没有抢到了。那个太突然了。对啊，好突然啊！好恐怖！谢谢玫瑰。谢谢玫瑰。因为我看到那个阿贝，阿贝，阿巴，阿贝画的那个咖啡，用的那个拉的咖啡花，超厉害的。卡亚布吉克萨，谢谢，谢谢卡亚布吉克萨，谢谢提灯。你说什么马的叫声？马的叫声有点难呢，我只会绵羊的。咩，大家都会。很鏘的台，今天是欢乐鏘台。阿贝上期有播吗？我不知道，欸，所以我在看。我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单子。红包都太突然了，我以为只有我。是阿贝上期有播。我忘了，没有，哦，没有，我以为阿贝上期有播。谢谢玫瑰，谢谢谢谢教徒。在。板野由美玫瑰。谢谢提灯，谢谢附身的提灯。我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现在是自由的猜歌时间，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来学习。哈？不行，他们会被烦死。猜歌时间。我要看那个很哦，好可爱哦，很奇怪的歌。你需要签名吗？要，没有看什么？没有，我还没有看到。看我找一下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曾思雨，今天是我的生日，请大家多多支持我哦。我的 IG 号码是 HANENYAN， 哈尼娘
underscore AKB48TeamTP， 请大家多多追踪。谢谢小晴帮我讲完了，大家要去追踪我们的 IG 哦，会有奇奇怪怪的照片。欢迎你，谢谢阳光，谢谢掌声鼓励。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喵喵喵，有歌吗？够了，这好像也难猜耶，因为连我都不知道。不行，这太难了，还是找点怀旧风的好了。是多老？太新的了，太老。我愿意。不是那个动画的歌。爱情就是那么难。许下心愿，自己好没有默契哦。怎么没了？许就没了。想帮他接了，想要留点空白的吗？啊呜。Love love， 为什么抖音？谢谢麦克风，谢谢21大叔的提灯，哇，好可爱哦！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真是雨，祝你生日快乐。小晴的配音好好笑。谢谢，哇、哦！谢谢卡亚布吉库萨的舞台公演，谢谢七七的礼物，好可爱哦！给你一个掌声，耶！给我七个掌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哈哈哈哈哈！一二三四五，超认真，一二三四五，没有，我要截图。啊！笑死了。24是什么啊？24岁。没有错，他应该要写18，然后加6。可恶，没关系，好可爱，好厉害，给你一个掌声。生日快乐，我帮你念，生日快乐，66666，七七好厉害，永远的18岁，18+6，笑死，给你一个。萌在这啊，耶！我有七七的亲手画的自画像，开心。暴击玫瑰，好可爱！谢谢暴击玫瑰，谢谢助威，谢谢琪琪阿姨，喵，他认什么？谁？喵，我不想把他擦掉。M I A O 喵，喵，你擦了？这我是不是不能擦掉、欸？这个，大家要改推七七，不行，你要加推七七，是要加推，对，同学是加推，是加推，对嘛？不能讲话，没有错、哦，这是我们的潜规则。不是这么老，是年长。会不会用字？就你年纪加起来快70，谁说的？哪有七十？哪有七十？有吗？应该只有50几吧。有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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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50几啊。没有喂、欸。没有吧？有超过吧？有我们4个人呢、欸。你说有70吗？有吗？有啊。20，他明天20，他为什么明天？还没有到，还没有到，这里四个人没有70吧？指着我说，20，我明天20，不是你，老人组，你是老人组，没有救云，救云爵不是老人组，救云爵不是老人，全国家也破吧？全国是什么？全国应该不止破了500吧？没有破百吧？一二三四。全国？啊，没有啦，没有破百。当然不是啊，这里啊。问号？哎，等一下，我开错了。老人超嗨。对啊，我们是深夜的嗨台。我刚刚还没有那个。晕厥拉低平均值。对啊。去睡觉。什么？小孩。去睡觉。别这样，你明天不是要上课吗？对啊，你还没洗澡哎。哎。赶快去洗澡澡。我是手机。你要用吗？可以告诉我诗雨的事。你先去洗澡，然后我们差不多了。什么事？还是我先去洗澡。你先去。可以啊。什么事？喵喵喵喵喵。好，再见，拜拜。喵星雨，喵星雨，晚安，再见，拜拜，七七，我下班了，谢谢，谢谢七七的话，我从8点直播到现在，谢谢。对啊，好久哦。
喵喵。七七拜拜，晚安，拜拜。然后七七喵喵。晚安，七七，走了，他走了。就是他。干嘛吗？比如说想要动作之类的，或者是说什么话之类的，什么白字也可以，白字对啊。你刚刚就怎么？为什么是哈哈哈？不行，他们太好笑了。我刚刚那个想，我刚一秒想哭，然后就。感动给我们对，对不起，我靠！禁止画面，不是？他说你禁止了。立牌，人形，人形立牌。对，我是人形立牌。陶老哥他复汗，他刚刚喷了一个火箭不见了。太可怕！你在充电？没有吧？没有吧？哎，我会看到哎，因为我的荧幕比较窄，可是他们看到是宽的。真的啊？对啊。我不小心把它擦到了。其实你现在还是在里面。真的。对，我忘了提醒你，我的画面有点不一样。动起来！不要。累了，累了，没办法动起来。我们睡一会。好，我再过一点。Yeah. 消失在画面之中。第一次看到断线的教主，哈，好可爱呀、啊！超喜欢第断线、啊、那个七七画的。啊、谢谢大家的礼物，我们还有46分钟。请告诉我西班牙文的，西班牙文的我爱你，我爱你吗？对呀、啊，我想一下，我要查一下。尴尬，因为我没有记很多。我只会 uno, dos, tres, cuatro, 就是数字，一二三四五六。要学会一个语言，要从数字先开始。对啊，对啊，都这样。还有同学的颜色之类的。我是史上最会 rap 数字的 rap 歌手。我爱你的新闻。雅恩说了什么？雅恩他看不到。今天到12点吗？对，12点，3个小时。我要用雅恩的声音说。哦。还有36分钟，各位加紧生
是 te amo。te amo。嗯 ，te amo。te amo 呀，我爱你。撒拉嘿哟。te amo。撒拉嘿哟。啊，不是。撒拉嘿哟。可爱的嘞。te amo。te amo。te amo。我忘记法文的叫什么了。法文的我爱你。Bonjour。哈？我爱你吗？法文的我爱你好像也很好吃。来头啊。蒙娜丽莎。哦，对，你有这个。蒙娜丽莎。Je t'aime。那我记错了，有一个很好听的，还是是提亚莫吗？好像是就是提亚莫吧。Mon ange， 我的天使。一 ，ange。Mon amour， mon ange， 我的爱，我的天使。什么？阿里里布里里是什么？就是小猫的名字嘛。不知道什么是阿里里布里里是什么？假的。嗯，阿拉伯。那个对，意大利文，意大利文是提亚莫，然后西班牙文是提亚莫。就是差，对，它意文跟西文很像，他们的语文很像，葡萄牙文也很像，他们因为他们好像都很近，所以讲起来都很像。他二哥说要撒娇。撒娇？你要怎么撒娇法？好的，再给我一次。他啦，お兄ちゃん，お兄ちゃん，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もう一回。もう一回お願いします。一起的样子。哟。一起。我兄ちゃん火箭，哈哈哈哈哈，谢谢，你看这个张雨晴，哈哈哈哈哈，雨晴要揍我，雨晴你好搞笑，你不要这么讲啊，没有啦，雨晴化工超好，救命，现在没有啦，救命啊，もう一回。瞬间安静。Uncle， 琪琪阿姨快去睡。好蠢哦，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自己都尴尬。等一下，他都一直在刷娘娘娘。お兄ちゃんになりました。お兄ちゃんになりました。好好笑。谢谢阳光。七七偷偷看，没有错，他刚刚偷偷看。喵喵喵刷起来，所以我要用喵喵喵刷救猛。太奇怪了，我会被编台。我刚还在找怀旧的歌曲，然后找到现在我们的话题就飘了，我们的话题就飞走了。什么？元爵快去洗澡澡。什么？快去洗澡澡。有人可以快去洗澡澡。有人在洗澡。等一下。呜呼呼，有人在洗澡。真的？有啦有啦。七姐姐累了。他回房间。他真的累了，他播了好久，然后还陪我，然后还陪我轻声。太嗨了。随时睡着。不会。你是说谁要睡着了？你们要不要去休息啊？我发现你们好累哦，你要睡着了。我过得很好，过得很好，不用睡过了。那你等，你等火箭，你等火箭。人家咋在我们那边？你等，真的痛。我看到了奇怪的场景。
我看到与小琴在跳舞，那时候在跳拉丁舞。面面拜拜，面面拜拜，拜拜。穿着奇怪的睡裤跳舞吗？对啊，他已经跳完了，已经跳完了。跳完他正在跳拉丁舞，他在跳拉丁舞。啊啊啊！小鸡，是小鸡的那个雨晴带回来的小鸡。那叫什么包子？不是包子啊，就是造型的那个小馒头。很可爱，都很有名。我上次去日本玩的时候有买这个，是哦，对啊，真的很好吃，它的外皮超好吃的，里面包什么我忘记了。可以跟他打招呼。是香蕉吗？啾啾，啾啾，可以对他撒娇吗？啊？这你说的吧？他没有说吧？可以对他撒娇吗？哎，大家刷一下，可以跟他撒娇吗？啾啾，我要火箭。不要豆沙，不要那个对，这个很甜，要配茶，配茶配茶比较好吃，没关系啊，没关系，你可以慢慢吃，那个真的蛮甜的，日本的那个甜点就是什么和果子都很甜，所以他们喜欢配那种无糖的茶，很好吃，怎么可以吃下去呢？他说太可爱，你怎么把它吃掉了？你以为我吃了吗？袁姐吃的。没有啊。那你们明明。老师是雨给我的啊。没有啊，我们没有吃的。我们没有吃啊。我们还没吃啊。还没吃啊。都是雨。完全没有吃。是雨在那边乱说话。我哪有。完全没有吃。再好，去骗我。为什么要被把家里？你都被抹茶吗？无糖的抹茶，你要从屁屁开始吃，从屁屁，白吃，对吧？对吧，云娟？对啊，不愧我同你，为什么又是我们三个？一直帮友，七七来守护，羽毛被抹茶。我想听的那首歌在哪里啊？那么晚就会胖？没有吃。唉，怎么大家不相信我？蹦出新滋味。怎么大家不相信我？怎么了？为什么你要笑这么夸张啊？因为我现在这个画面是。他手上拿着只剩下一半的小鸡，哎、欸，你自己爆掉，你自己爆，你自己曝光，不是我，不是我，大家见证，不是我。我今天开始跟你分别，不要直播，你那个你那个我宠你呢？你不知道宠我吗？你这一句话，我不宠你。我没有，他自己爆料了，为什么？不是我，等一下我找不到那一首。拜拜建轩，生日快乐！拜拜，拜拜。我还吃正常的，不要睡就好了，不要睡，没有啦，没有泼那么久的。今天播到12点，大家就要睡觉咯。要包装纸吃完的声音。他们没听到，其实你要今年才听得到。我自己听到，很好笑。雨露早上5点直播。啊？可以5点吗？真的假的？可以吗？5点太厉害了吧？不是，他这样会不会想睡觉？他应该不会吧？好厉害哦！我不知道，因为他要上学。对啊，可是他晚上可能没时间播吧，可能有别的事情。洋洋送那诺的那样，太黑，那诺的胸，好精美变。
自己唱起歌。不行，我们还有时间呢，大家要继续玩游戏吗？我们的七七嫌弃养母去睡觉了。小朋友该睡觉咯，小朋友该睡觉咯，云卷小朋友。这里没有小朋友。Koi，卡哇伊。这里没有小朋友。Koi，マジ，卡哇伊。一脸问号，不敢自信。わからない。ヤンヤン、そんなのダメよ。大変で医者よ急げ。不安な気持ちはスパイ。ブルーベリーとレイン。小さい。ダンダランダン。小さいんだ。小さい子は。小さい。我想要找那个。大丈夫ですよ。ダメ！赶快去睡觉，睡觉。我有点醋，有点。睡觉。但是它好快哦，我唱不起来。一起，恋爱 circulation， 五岁是不是？五岁，突然变五岁。恋爱循环，耶！大家有听过耶？还是放旁边？你一下哦，我想要找那个，就是还是那个什么？嗯，大家要继续玩游戏吗？没有，做的是香菜，不是那个香菜，是花泽香菜。大播的时候点那个，哦，那同学也可以试试。云爵是不是还没洗澡？没有错，还没有洗澡。还没。哎，你还自己说还没，赶快去洗澡。怎么办？我不舍得擦掉汤，哎，怎么办？有人在洗手间。嗯，哦，好吧。听到声音。怎么办？我舍不得擦掉，好难，好想把它印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印。没关系，我拍了。再见。啊！有人说你臭臭。我。他现在是臭的，没有错，我还没有洗澡。我帮你们闻一下，很香。有云爵的味道，云爵的味道，香喷喷，是云爵的味道。谢谢戴内丽莎的玫瑰。有味道的直播。看看哦。来那个有名的动画猜歌大集。太小声了，我听不到。差点掉下去，真香！我已经快扁了，他要被我掐扁了。你没有听过这首？嗯，怎么就好耳熟这个前奏？云爵味。等我。嗯，在哪里呢？挑战极限。好难找到大家都听过的歌。撒撒给哟，撒撒给哟，心中撒撒给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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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撒撒给哟。
这太简单了吧？原味好重。等一下，我看一下谁第一个讲的。巨人，好简洁有力哦！谢谢，谢谢掌声鼓励，谢谢偷偷喜欢你，看好你哦！巨人，布鲁斯，晋级的巨人，布鲁斯。哎，我以前的英文老师叫布鲁斯哎。谢谢 Kiss 啾啾，谢谢冰封记忆。进取的熊妹。ミネちゃんいないよ。います。うち。いませんじゃない。ミネちゃんのうち。ミネちゃんのうち。自分の家にいるね。ラ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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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然后后面是什么？这好像大家应该知道吧？因为忍者好厉害哦。这首还蛮久以前的。谢谢志伟的爱的抱抱。布鲁斯好强哦。童年的东西。这有时候有些，因为他的歌很多哎，说实话应该大家听没有听过。这首这太难唱了吧？这首不好唱，换另外一个。这个我也不知道。对啊，回应很多首歌。谢谢元宵提灯。他的歌怎么唱来着的？我要去找歌词。是什么？就是你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有分那个时数。如果你没有到一个小时的话，他就不会算你是一个小时。然后，可是我们。没有，我只是唱而已，我只是唱一下而已。哦，他真的还蛮多我都不知道的那个动画。谢谢志伟的动画，谢谢志伟的枫叶，我差点讲动画。谢谢 Love You， 这首很好认哎，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三国な天使のデゼ窓辺からやがて飛び立つほとばしる熱いバイト捨て思い出の裏切るなら。はいはい、三国の天使。あ、三国のデゼ。六、あ、六、あ、六。天使。で、三国のデゼ。あ、六。这首太好认，因为这首是日本的神曲。对。可是还是有人没有看过。下一个。这首是，我听不出是哪一个的。啊！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我有看过，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歌，有点难唱其实。剧场版还不错看，我还在等。不行，这个太难认了。这要是有人认得出来就厉害了。因为我真的跟不上。哎，这有人知道，好厉害哦！开始还太强了吧？微笑的爆弹，又有白书，那微笑爆弹是歌名吗？
哎、欸，好厉害哦！你在你们听到是不是我的那个声音，声音太大声？我偷听的声音太大声。小林怎么在旁边？阿六是讲歌名吗？悠游白书。哎、欸，好厉害！为什么都知道？你好强哦！太大，好厉害哦！我自己听不出那是歌。歌名吗？那算你对，但是我们讲动漫名就好，动漫名就可以了。算你一分，所以现在有两分，开始一分。叫日文很溜，我也可以。你为什么要用日文讲话？厉害吧？厉害吧？日文。嗯。你的日文进步啊！不错啊，可以。跟那个。我会讲日文，关键旋律好厉害哦！我会讲日文，我会讲日文。旁边要直接开台吗？我需要一个哎呦，好强哦！七龙珠，哎、欸，太厉害了吧，布鲁斯！我有看过七龙珠，他七龙珠还不错，我以前也有看，有就是比较小的时候，我看电视。哎、欸，你在学哪一个？你在学哪一个？小孩吗？我一打功夫，我只知道我啦。那是九九，那是九九，那是九九，太远了，那是九九。哎，九九的歌其实也蛮好听的。再来哟，你哼歌呢？再来哟。快笑死啊！这个有了，换另外一个，刚刚猜过。对啊，他们在练习日文。我啦啦啦啦啦啦。練習してない。練習してない？練習してない。这种应该大家也知道，就刚刚有猜过这部，我还真的不知道这一出哎、欸。什么？好的。太快。你的哒哒哒哒哒，等一下太小声了，我听不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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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哦！一字一个，哪一个动画？动画名。没听过。有一点难，其实家教，也不算每个人都知道。紫阳。附身各一。我那种感觉不是很常听到。哦，这首比较熟。这首比较熟。换另外一个。Experiment。哦、oh, ，Lemon， 你看我听不到，因为我听不到啦。一病嘛，不行，旁边太吵，完全听不到，完全听不到。Hero， 等，近期的，好厉害，讲了 Hero 大家都知道，Hero，
王芳，进行了没看？一拳超人，你们觉得干嘛？他们在制造噪音，打扰我听歌。赶快去洗澡，还不行，还不行，没有浴室。布罗斯一票，我还都没有看，但是他挑了很多近期的，我看我数一下现在几票，1、2、3、4、5、6、7、8、9，还有一个。我跑，不要吵。We are fighting， 不行，这太简单了吧。The fight, dream, drea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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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后面呢好好笑哦。对，自然到12点，快到了耶。那这是最后一个了，我们结束了。恭喜布鲁斯，布鲁斯答对5个，耶。那布鲁斯想要鱼喵做啥吗？布鲁斯想要鱼喵做啥？We are fighting dreamer。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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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谢谢布鲁留的小幸运天灯。谢谢大家。布鲁斯有想要做什么吗？有想要我做什么吗？刚刚有什么东西来的？撒娇。有没有火箭可以送？我要怎么送他火箭？不行，今天是我生日，我要收生日礼物。突袭小迪。等一下，我还是没有看，想不出来，加油，快，再想一个，什么都可以。谢谢真真的玫瑰。谢谢，再来是小迪的生日，祝小迪生日快乐，祝小迪生日快乐，祝小迪生日不行啦，他已经要睡觉了。不行，现在浴室有人在用，不行不行，我不能再多开一个小时，我也很想，可是不行。不行，我冲进去会被揍。不行啦，没有 Q 好，不能，他要休息了。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不行啦，他会一脸惊恐。他一个人去看看，小心小心，你别帮我看一下小迪在干嘛，看一下他的状态 OK 吗？哎，行走吗？不能拍他。没有，我要先看状况。嗯，那应该不行啊，不行。不可以。宿舍介绍吗？宿舍介绍怎么介绍来着？对不起，小心太乱了。对，我们的宿舍，因为我们的房间就是女孩子的房间，所以比较没办法，没有办法看，没有错，这是我们的客厅，可以的，给他看客厅而已。不行啊！什么都没看到，什么东西，眼睛也这样重，可以看我们的两个。不行。你们都不行啊！我忘了，我还发现，好，不能突袭，不行。人家是居家权，现在他们什么都没看到，眼睛也这样重，是正常的，看我就好，你们只能看我跟我的新欢，看你们组织，对，你们只能看我，那么想看等直播看。哼哼，不理你喽。一岁。
不理你了。我在这里。其实我也有戴眼镜啊，只是我是有近视的眼镜。我在这里也有戴眼镜啊。是那个透明眼镜，透明的。其实在想，其实有戴眼镜啊。哼哼，不理你了。只可以看我，只可以看我。对，隐形眼镜。这样很帅酷，好，给你们一个深眼睛。帅酷吗？帅酷。教主的帅酷路过，我要来念一下排行榜。有吧。刚刚好可以来念一下排行，差不多要结束了，只剩下五分钟。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过生日，谢谢大家。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我觉得发现其实玩游戏其实挺白痴的。教主要走秀吗？好可爱。等我一下，我来念姐姐。嗯，我来念，这要怎么留档？我不会删欸，只是我不知道去哪里看欸。不知道，我刚刚奇怪，怎么找不到我自己的档案？我一手一脚的教你啊。倒数生日快乐，已经快结束了生日。OK， 谢谢应援棒，我要来念咯，一样是十五名。第十五是 Andy Junior， 哎，我刚刚都没有看 Andy Junior 丢的，谢谢 Andy Junior 的礼物，谢谢十四志伟，十三是小海狸，十二是 Ice， 十一是 CKUMK， 十四萌彩之伟俊。第九是梁光，八是弓邪少良，七是红叶，六是很安静的夜风明月，第五是 KLP， 三十是汪小六，三是 SRG， 二是无糖，一是桃花哥，谢谢桃花哥的火箭，谢谢大家的小礼物，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过生日，给你们一个掌声。来不及跟给你们一个掌声。那么配合我，给你一个喵喵喵喵。自己的梗怎么了？你这么完美，就是有一个缺点。缺点我？缺点我？缺点你？看不懂。为什么要缺点你？我可以据点你吗？缺一点我。缺一点我哦，我听成什么？缺点我。你喜欢猫还是喜欢狗？猫。喵。所以你要当我的猫吗？可恶。哈哈哈哈哈。get 不到。好好笑，缺一点我，我听成缺点我。嗯。对啊。为什么要缺点？因为缺点就是写起来是那个缺点。哈哈哈哈。get 不到他的点，下一位。谢谢丽卡的玫瑰。教主好失败，教主失败，我不好撩。是，猜猜我的心脏在哪边？你的心脏在我这边。啊？为什么？不好意思，在左边。在我的右边。他你说我的心脏在你，在我右边，因为我左边是我的，右边是你的。哎呀！哇，好可怕哦！隔壁的那个火箭，超可怕的。哇，啊、好酷哦！第一次看到这个哎，好可怕哦！哇塞，好酷哦！你看隔壁火箭觉得有点猛哎，这个好可怕呀！哇塞。这也太强了吧！他们在前一分钟的时候丢完呢、欸，好可怕、啊，爱心哎、欸，好厉害哦，哇，好强哦！谢谢大家的礼物，太厉害了！嗨，你好，很久没有被那种爱心，とても悲し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誕生日嬉しいです。今天的生日非常开心，谢谢大家陪我玩游戏，谢谢大家不嫌弃我的游戏有点蠢，而且还有那个网络的那个问题，就是网络以后就要靠云爵了，但我可能要出来直播了。我房间发现可能有点弱吧，信号有点弱。谢谢小迪生日快乐，小迪生日快乐，小迪生日快乐。小丽生日快乐！哎，耶！刚刚好哎，太厉害了！哈哈，你中了头。小丽生日快乐！小丽声音好可爱哦。谢谢。谢谢大家。快乐。谢谢，我是素颜。哈尼娘，我是的哟。耶！耶！那你？哎呀吧。嗯？はい、イエイ。は？スマホ。これ。シュー。あるよ。自分で。自分で？いや。ん？一個。私の？うん。あるよ。一個。一個。小迪生日快乐，好多人叫小迪生日快乐。对，可是小迪看不到。对，大家去他的小盒子留言。没有错。大家要去他的那个发文留言或者是小盒子留言哦。对啊，他会很开心，他都有在看哦。对，我们都有在看。見てるよ。見てますよ。大家拜拜。谢谢今天大家陪我生日，谢谢。大家晚安。过十二点了，大家早点睡哦。お疲れ様でした。でした。因为我的缎带一直掉，它已经掉了。冒险者明天早起，拜。你对啊，超早的。我到时候，过后么寝る。夜猫寝ます。寝ます。后面么寝る。我明天有吗？知らないよ。可以帮我看一下吗？いいよ。我因为我来不及先看。待って。不记得。明日は。我记得好像没有。こっちがある。こっちがある。云爵要直播，八点开始。哦，云爵是晚上八点。大家开喽！明天没有。帅等你啊！十四号呢？还没完呢，伊奈娜。那十四呢？就十四没有。嗯？十五也没有。诶？十六也没有。诶？是吗？哦，真的假的？诶？十七。十七号没来呢。到十七号了吗？那我在想要不要再加一下，加开一下。谢谢大家。哎，我又慢了。晚安。应该后天应该会再播吧？后天十四号，应该也是晚上。十四号晚上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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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按到别的东东去了。拜拜，谢谢大家。